看你看，今天天气好好哦，我们一起出去走走吧。Hello， 我是丁婷，今年22岁，我是一位全职模特。平常的时候，我喜欢到户外走走；下班之余，我也喜欢到健身房运动。我喜欢挑战新的事物，喜欢突破自己。我的身高是180公分，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，为什么你可以长这么高啊？虽然平常我很爱吃 cheese， 也很爱喝牛奶，但我觉得长高的秘诀其实就是睡觉跟运动。像小时候呢，我很常去游泳，那我也每天9点半就准时上床睡觉。因为平常工作都在台北，所以只要放假也有时间，我就会到户外走走。我喜欢吹吹风，听听鸟叫声，还有水声，这些都可以让我觉得很放松。平常也很喜欢画画，虽然现在手机很方便，随时都可以拍照，但是其实我还是喜欢拿笔一笔一画把它画下来的感觉，因为那可以让我更注意平常不会注意到的细节。除了踏青，平常我也会到健身房流流汗，运动一下。我前阵子开始接触瑜伽，那让我的线条变得更紧实、更好看。虽然很累，但看见成果的时候，真的觉得很值得。当我要去不同地方，时间跟距离允许的话，我就会选择快走，那可以让我运用时间小小运动一下。只要运动流过汗，就全身舒畅，所有压力都抛在脑后，开心回家睡一觉，明天又是美好一天的开始。